哎，淮生啊！你好，准备小食咯，食多几朵饺啦。我自己咧比较中意小朋友，因为煮啲菜式俾啲小朋友食咧，会带好多灵感俾你。淮生呢种口味咧，小朋友唔系好中意食，因为好寡又冇味。 但我将淮生咧改良咗用甜品嚟做，就用嗰个年例加麦汤。我叫林雪波，嚟自广东潮州，六和居嘅餐饼嘅。早期入行系八四年，后来我去澳门学广式粤菜。一四年嘅时候，我获得中华名厨金像奖。因为我个仔咧细个以前咧就好肥，但咧佢又中意食啲薯片，后来咧就我谂到用果片嚟代替薯片。其实我铺头有好多隐藏嘅菜单，肉馅系我铺头每年季节嘅主打。 肉馅咧，我哋就做咗个东南亚改良嘅一个肉骨茶。因为潮州人冇话就饮肉嘅，都多数就当橙。但我肉骨茶咧，佢离唔开就系蒜头同姜，兜翻少少肉菜落去，佢湿鬼鼠啲嘢。最紧要咧都系要落鬼皮，但呢个鬼皮咧煲啲汤水出嚟咧，系夏天系最理想嘅。 其实潮州菜对粤菜嘅师傅，我带到嘅灵感创新比较多，因为潮州人咧，佢就系漂洋过海，将好嘅材料、好嘅香料带翻翻嚟，就系创新，就变成一种潮州嘅特色菜。蒸肉骨茶咧，就系用排骨嚟煲嘅，但系咧，我将改良咗用牛骨嚟煲，个个得牛骨煲啲汤仲甜。 哇！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整得好嘢試下。好，多謝啦，等我陣去。好，正。睇下開發啲咩新產品。好。呢一批有啲熟噶啦。啊。呢啲光花咧，我哋都多生鮮嘅大市見。佢哋就蒸熟佢之後咧，就攞嚟點汁，咁樣我嚟食咯。咁喺基本上喺美國嚟講，當做嘅時候都係一朵花係。偶然一次機會咧，我認識咗羅總，我哋紅雷咧就請佢用激之父。 到每一年夏天咧，我们都会做一聚，讨论用激今年点创新。用激花实际咧，成日地中海啊海岸生长的一种植物。最初咧就系意大利啊，全球华地华人社会系法国啊、意大利啊啲人都好中意。用激花咧就可以促进啊人体嘅肝内脏个排毒，特别对个胆特别好嘅。 佢個口感食上嚟有啲似新鮮嘅竹餸，我哋最經典一個菜式嘅就係牛骨燉用激湯。呢只咪龍緊啦？係。魚生龍緊最靚喎，係嘛？唔係，油金子，因為佢張紅。呢只魚咧主要食刺身，正嘅我清炒到喺這裡賣蟹，它這裡蟹主要是東南亞的。我以前咧喺間酒樓做廚師嗰時咧，就一個偶然咧就識得阿李星，後期對就好朋友。 我同佢咧經常咧就出去前走啲有價值嘅食材咁。啊！啲鮑魚靚，啲鮑魚。呢只你點睇佢靚唔靚？因為佢呢只咧正宗嘅大電鮑，因為大鮑色就係咁。黃黃地嘅，同唔同啲青啲鮑、青啲鮑又唔同。呢個大電鮑嘅。大電鮑係啊，呢只鮑魚係最抵食嚟㗎。其實黃沙就係我第二個家，我每一日都喺嗰度睇貨、入貨，好多嘢。 我用嘅咧就系绿头嘅大电鲍，掹出效果咧感觉好似食公煲咁，个口感特别好。鲍鱼咧我攞翻嚟处理工程之后咧就用冷水煲翻佢3至4个钟，就用溶激花，猛火就掹佢1个钟头。用溶激嘅掹鲍鱼，将佢啲溶激嗰啲风味带入到鲍鱼嗰度。 将呢个鲍鱼咧就俾人感觉咧就好清爽啊，金金地嘅溶激嘅香味喺度。
另外一種做法咧，就是用激做甜品，係小朋友比較中意嘅。佢比龜苓膏就仲好食，好清爽，好清甜。用回锅汤是我一直以来创新的标准，我的创新不花巧不夸张，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，我带给客人低调的惊喜，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更加耐人寻味。